108年度 Cool English 音频王比赛开跑咯。活动时间为2月4号到3月8号止。本次比赛特别建制比赛专区，请参赛者先报名后作答。登入网站后，国小参赛者请进入国小课程听力 Cool English 音听王专区，国中参赛者请进入国中课程听力 Cool English 音听王专区，接着在比赛专区内点选108年度 Cool English 音听王比赛报名表，请填入你的真实姓名、目前就读的学校及班级，并接续填写报名资料。填妥资料后，点选确认报名。比赛结束前，皆可随时至报名表连结确认或修改自己填写的报名资讯。国小参赛者需完成国小比赛专区共50个练习题组，国中参赛者需完成国中比赛专区共50个练习题组。为维持比赛公正性，请勿跨组参赛。比赛成绩将以所有题组的平均成绩作为计算标准。参赛者依国中、国小各分为一般地区学校及偏远地区学校两组，总共4组。各组最高分未达25名时，最高分者颁发音听王奖奖状及奖金。其他成绩达98分以上，包含98分者，可获得金耳朵奖奖状及奖品。如果最高分者超过25名时，皆获得音听王奖奖状。各组将以电脑随机选出25名同学，获得奖金600元。未能抽中的其他最高分者，则获得精美小礼物哦。更多详细资讯，请见比赛办法。不想错过奖金的同学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